第六届金投赏国际创意节在上海举行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新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也是非常厉害，拿到了金奖。北京的妈妈咪呀，妈妈们的华丽逆袭，上海新娱乐传媒400多家媒体、3800多个广告相关的作品，竞争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上海新娱乐传媒选送的作品还是一马当先，过五关斩六将，摘得媒体组的桂冠。这也是上海新娱乐传媒第一次在金投赏的颁奖典礼上荣获金奖。妈妈咪呀，谢谢。依托大型歌唱真人秀节目《妈妈咪呀》宣传片《妈妈们的华丽逆袭》，聚焦了节目中的十几位妈妈，从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蜕变成舞台上闪亮明星的一系列过程，创意十足，亮点频发。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传播类广告分为8个组角逐，分别逐出金银铜3个奖项。来自众多广告商以及媒体的总裁 CEO 纷纷汇集在这个盛大的创意庆典上，交流经验和想法。行李在线，上海采访报道。